这已经不是律法，这已经刻印在 DNA 我们要做客家腊肉，没错，我们准备煮成那个什么牛肉汤，基本上今天的主要娱乐呢都是在那边观看它怎么吃完这个就是要吃牛排，但我相信它不会让我们失望。很佩服。那奇妙。我好酸哦，我现在已经酸了，怎么办？各位观众，四十八，今天我把课完，家还严实实，没有辛苦的表现，不好意思，刚在路上打磨脸打眼睛快瞎掉了，所以最近好不容易做出了几套套装，跟感觉有一些小小的成就。今天吃的是羊排，因为我不能吃牛肉，很好吃，超juicy的。我吃那个豆眼牛排，它的牛排没有眼睛，但是非常的好吃。 这是牛一样是瞎的，这是牛眼睛。我们是这一群吗？我们在车上这样听，已经有胎心出现，还没三个月吧？真的哦，我们也反馈，这样时间算一算，刚好我们七月半活动出来，对不对？没有人在中正纪念堂生产过，可以在现场 live。 我要在吃他，等到之前赶快吃掉他。两位是朋友，兄弟，真的，他弟弟哦，那营养都被他吃走了嘞。爸爸，哇，妈妈，哦，舅舅，阿姨，哥哥，阿姨，阿姨，大声一点。 我儿子你是在人家表演的时候就完全对不起，就宕机。干嘛？怎么样？你要吃牛排哦？好，来，各位，我现在学会一个新招数，来。哎，再来，看，那我兄弟们。 这个有钱人也是有有钱人的困难，最近觉得想让家里很大，因为好车的不痛坏掉，但是说要解释一下，这个吴先生可不可以为我们说明一下？马莎拉蒂目前一台应该价格是多少？这个没有百万，然后因为开玛莎拉蒂真的是防晒低呀，保养费很高的。有钱人困扰，我们一般人不知道。我现在困扰是干我右手很酸，我儿子在太重了，才爆得了，需要捐款。哎，这很重，然后他说假笑表情，但是好，你下次要对郭台铭笑，对众人笑没有用，你们要看到脂肪比例超过45以上的人，就说是爸爸，这样子不对行为。但是我真的最无奈就是，基本有一次一周刊封面这件事，哇，拿这么多，好简单哦，感谢你，感谢你。请问今天觉得这种好不好吃？太多了一点，真的太多了一点哦。 那感觉这种状况怎么样？这种状况嘛，现在有点冷。哦，有点冷，哎，叫他在哦。被冲上啦！你长大就知道走这么远，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怎么不要？哇！我怎么抱的不是很轻松？因为他人太重了。来路，来路，来路。
上次出现在我们部落格是什么时候？没有这次。真的、哦？他可能不会想要。上次。我想要自己，我还想要讲吗？我现在已经大概在去年左右，那我已经会马上快转到回去看当年发生的。所以单纯跟踪就会变成男朋友？不是啊。所以最近呢，有人参加宅聚会变成男女朋友？对对对对，我刚刚就是宅聚认识。今年是什么？我要交女朋友。哎，好了，我明天会帮你努力达成这件事情啊。他现在已经没有，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达成，但是没有问题。抱歉，朱大哥，你要不要追那个 Elvin？ 上期节目里面会不会小毛扁啊？哎呦，小毛，小毛会跟你讨论啊。小毛，哎对，小毛，朱先，你欠了1000万在我们这边。希望我今年就是蛮平顺的过完一年就好了。对，会不会觉得活动本身很无聊？不会，我觉得男女比例不正常。不会啊，现场设备超多的，真的瞎了，对我瞎。希望大家事事顺利啊！希望大家考试顺利吧。想学的东西可以花更多时间去学，然后会有一点效果这样子。每个阿宅都教很多妹。未来的一年，自己跟大家都能扬眉吐气。对，然后希望自己能够赚钱赚到吐。希望就多把几个妹给修成正果这样。就是我可以有时间玩电动玩具。直接要事业线下流。不是，我这种。还有机会去参加比大的三个举办。希望我家的龟仔可以上幼稚园。继续把我们这个全球华人收听的这个个位数变成10位数啊！希望可以顺利毕业，顺利就业。希望就是台湾会更好。对，所有三 C 玩具都可以买得到吗？买不到也要玩得到，玩不到也要捡得到。股市能好转的，希望明年不要再吃到牛排了。就减肥成功吧。每年都许的希望都是要减肥，但是没有一年成功的，所以就是每年就继续这样许下去了。希望每一年都有这么多的这样的机会来参加。再次感谢，谢谢。希望大家都能够赚到很多很多钱，每年都快乐耶。我们今年是希望就是呢。着床怀孕，离婚，让他生。希望这一只可以快乐的长大。重点是快乐。我是修成正果的阿宅。牛排前三项，在这一盘牛肉一而再再而三的加热之下，内部一看感觉像牛肉干了。但是我们已经迈向了最后的36盎司，看到没有？挥拳打我！夫妻连心，其利断金。在这边的一对呢，我在此宣布他们正式成为夫妇，以后将来会永远回味这个阶段。真的交一个头啊，交配啊，不用了啦，失败了。这由于照惯例我们的聚会啊，又造成了很多人的不便，包含了里面这一桌也都离开了，所以我要劝告大家，各位，我们接下来一定要继续坚定的支持李家彤，对不对？对，哎，是哎，不，今天是李家彤支持者在那边聚餐呢、啊。今天最大的愿望是让他生，我要着床，哎，是不是？李教授的感召让我们大家都很想要为这个国家做一些贡献，包含了着床，对不对？今年这个也是要继续支持李家彤先生的。我就支持真妹，真的，但是没有办法，李家彤没有办法感召这样的顽劣之徒，但是我们一定会继续，这个依旧持续的，这边在干什么？支持李家彤。好，今天这个车六排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依然支持美利坚合众，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真的墙头草两面。